科处说，如果说断电了，这海盗船怎么停止运作了？那今天我们就来一个测试，电闸拉下去，看会不会自动断电。好，下面看着断电开始，电拉下去以后，你看它自动的在一分钟之内就可以停下来，速度是越来越慢了。刹车已经起作用了，大家听到这刹车的声音，这是没有电了，完美。安全着陆，放心了吧。